反手攻球技术是反手的一项重要基本功，在现代乒乓球比赛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。在训练前，我们先把乒乓球训练器调整在上旋的角度，下面的板与台面的夹角约70度，放在离球网约25公分，训练器设计在这个范围内，适合初学者自己发球到训练器上，将弹回来的球自己进行一步一动反手攻球练习，起到陪练的作用。反手攻球的动作要领是：站位近台，两脚平行分开，重心置于两脚之间，含胸收腹。在引拍过程中，肘关节略向前顶起，并以肘关节为轴心，小臂内旋，球拍置于腹前，手腕略内收，拍形少前倾。当来球弹到上升期时，向右前上方挥动球拍，击球的中上部，击球瞬间手腕略为外展，